波波，欢迎波波，你的名吧。然后另外一位他叫做乐乐，当然乐乐也让点一个名让大家认识一下哈，以及他们的好朋友刘瑜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将来进行一连串的才艺演出喽。第一项才艺即将就要来考验的是海豚的反应以及速度，要拿来捡小圈哦。而现在呢，我在后面准备出彩色小圈圈，就来看海豚们的表现喽。两位捡小圈准备好，一起来吧。好，同时将圈圈抛了出去喽，看他们可不可以顺利将圈圈通通带回来呢？哇，你看表现非常的棒，顺利将圈圈带回来，完成这项才艺。继续呢，我们就要来考验呢，是我们海豚划浪板的技巧了。就因在海边冲浪一点都不稀奇，海豚划浪板就最厉害喽。好嘞，这个时候呢，浪板也从后面准备出来了哈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来看波波、乐乐两位的表现喽。小姐准备好，就开始吧。哎，同时将浪板抛了出去喽。那海豚一转身将浪板快速带回来，看得出来呀，两位果然都是划浪板的高手。紧接着来，我们将来考验的是我们海豚的跳跃能力，要带来跳高球。现在呢，来宾将您的视线移至水池上方的这颗高球，高球高度已经调至水平面的最高点，这个高度大约有一层楼高。首先会向这高度来做挑战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乐乐喽。那乐乐准备好的话，请您转身水中加速喽。掌声给我们乐乐鼓励一下，你看他轻轻的一跃就碰上高球。接下来准备也会来向这高度做挑战的，是我们的波波。哎，波波也请你出发吧。也是相当的优美哦，海豚伙伴都可以做出这么高难度的动作，最主要就是靠着他们强而有力的尾鳍。而据说海豚们呢，甚至呢都可以冲出水面，抓住啊离水面有段距离的飞鸟。紧张下来呢，我们即将就要邀请我们的海豚要上岸来跟大家见面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波波、乐乐准备。能看清楚，看到他们有着光滑的身躯、流线型的身材，在他们身上呢是绝对没有任何一点的鳞片哦，并且呢以这种体型啊，在水中快速的游动，可以说是毫无阻力的。而待会呢，我们的海豚们也会与来宾们更加的亲近，他们即将回到水池前面上岸与来宾们见面。但是呢，在这边邀请来宾跟我们配合一下，不要上来靠近他们。更不要动手去摸它们哦！在此呢，就先感谢来宾您的配合喽。